英语中最难的六个音标，先上搅拌机，方便你理解。第一个 ，but， 放进搅拌机 ，but r 放进搅拌机，加速搅拌，连起来 ，t r t r t tree， 不要读成戳。第二个，一样的 ，but d 放进搅拌机 ，but r 放进搅拌机，连起来有声带震动 ，d r d。r dr dr dress， 第三个 but 放进搅拌机 ，but sh 放进搅拌机 ，t sh ch cheer， 注意这个音不要读成 ch， t 的舌尖会立起来，放在你的上齿龈 ，sh 嘴巴会撅起来，所以连在一起就是 ch ch ch， 而中文的吃。是这样的口型。第四个音 ，z z z， 嘴巴撅起来，舌尖放到上齿龈，有声带震动 ，z z juice。你学会了吗？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。